长来为我们演讲哦。来，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爱的鼓励一下，来，开始。啊，安尼里里落落咪哎，来，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叫来，请鼓掌欢迎我们秘书长来。哦，还有口口哨来。为这一刻开始哈，我对各位的称呼爱改变，我应该叫各位众将官。大家高炸，大家好。因为当你高级班结业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份结业证书送给你。但是你千万唔通叫是讲高级班结业，好，我要做官，唔是安尼。你认为讲你安尼会当做官，你举手我看。无紧啊，你若感觉你有法度做官，举手。啊，感觉无可能，举手。啊，无举手，什么意思？哈？因为内心吼、没有确定。不过，坦白讲啦，吼，中华民国官员拢是安尼啦，都甲领导人，都甲迄选举调的人较好，啊，官的较好。哎，讲啊，你对比呀，啊，所以台湾就足济迄学历拢假，去混导游，安尼就要去做官。所以，咱听人讲，今日中华民国做的官员，拢总是里里落落。你看高雄，遐尼啊济管道，几公里，我今日看新闻，我惊一条，全台湾有16公里的地下管道，内底拢是。石油啦，迄、那个亚速啦，丙酮啦，乙烯啦，要求拢是咱伫生活伫迄个炸弹的上面呢。啊，尤其是高雄这款所在吼，伫港口较近，啊，工业都市，莫怪遐死中国人拢要住伫台北，台北拢无啊，所以人讲台北是中国城。啊！你想想，你会袂感觉真怨叹吗？啊，偏偏拢是人，咱敢若失误一点，就是咱第二世界咱建树啦。建树了后，咱的土地要互占，这是国际法、战争法的规定。但是，戆台湾人毋知影讲即块土地互占去，伊来甲你统治的时阵，因为伊中国叛变去啊，迄块中国大陆迄块土地已经无去啊。啊！伊想讲啊，迄块土地无去啊，伊无多等伊啊，伊就要想办法，伫台湾，互台湾即块土地变作因中国人的，所以就开始用教育来甲你骗。但先甲你讲，咱台湾人拢，恁这台湾人拢是过去为我中国来，拢是伊炎黄子孙，看到鬼，我无甲你骗。你唔相信？你甲看那林玛丽医师。长庚医这条做马街医院诶，林玛丽，这人要搁伫咧啊！伊抽几啊万个人诶，迄个血啊，去做一个结论，伊甲因讲，99%诶台湾人毋是为中国来，是99%诶台湾人是原住民被部族诶原住民。你甲研究这个平埔族的原住民，你会发现啊，平埔族的人有特点，什么特点？你敢知啊？好呆，讲好呆是无好人哦，不是老实啦。我听人讲好呆啦，老实啦、啊，台湾人就老实的啦、啊。所以台湾人会当过去无迄个纸钞，还是迄个铜板。做贸易，诶，做迄个交易的时阵啊，台湾人拢将物件放喺路边啊，互你家己去摕，啊，你摕物件来换，这是台湾的文化呢。欧洲、美国真济过去的人来台湾这个所在，看到这款情形，伊讲哇，这台湾这个所在是真特殊的一个民族。表示台湾人真正拢真高义，
但是我是我用过的，我用后代，就是饭桶啊。中国人来这给你统治的时阵，打去做兵。其实占领未当移转主权，你占领者未当叫咱去做兵，因为咱本来就含占领者是敌对国，占领者是咱的敌人呢。我相信你初级班拢有看到。过去第二世界大战轰炸台湾人是美国人，所以当然没有问题，是美国人是台湾人的敌人。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中华民国就是咱的敌人，中国人就是咱的敌人，这很简单的。但是有很多人经过这68年的教育以后，他去认同中国，因为他教育跟你说你是中国人，你要认，你就要就认亲归宗，归族啊，你认祖归宗啊。当时你如果说一些不赞成的话，就说你数典忘祖，不记得祖先，你不记得了。中国不是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祖先如果真的要来说是哪位，是原住民，当时也是什么，是日本的。1895年马关条约，大清的皇帝将台湾偏要永远割让给日本的天皇。这个割让给日本天皇，就是讲管理权和主权两个物件，同时拢割给日本天皇。这跟韩国不同款哦，韩国是1910年，韩国的王朝都多灭亡迄个时阵，和日本天皇签一个叫做并和条款。他将主权，朝鲜的主权留咧，但是他将管辖权、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。所以韩国是日本的殖民地，但是台湾拄啊开始是日本的殖民地，但是后尾啊日本天皇直接实施宪法以后，台湾这个土地变成日本天皇的土地，台湾人民变成日本天皇的皇民、臣民。啊，韩国就无同款。韩国第二次世界战争，日本2A， 那是2B， 2A， 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，所以韩国就变作独立的国家。这点，中华民国的历史从来不跟你讲清楚。所以有的人讲奇怪呢，啊，韩国呢，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，就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啊，台湾哪会无？因为台湾的主权在日本天皇的手头啊。所以，当咱发现咱去告美国，2006年十月是告美国，2009年4月7日高等法院宣判，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台湾人民生活在政治的联合。美国承认台湾又是他的军事政府占领地，再来台湾被美国的法院要求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咱台湾民政府，所以一直2009年演变到今日4-5年来，我们进步很快，我们训练。所以来讲，奇怪呢，你为2010年的1月14日开始训练人，安尼到即马训练4000个训练未起来？咱其实咱训练会起来，有起来。但是迄个那是初级班呢，到高级班的时阵，我们的人数就降低了。一直在法理点招、职务点招，可能有人来上课以后，也感觉讲，我就干那要那领老人年金就好啊，我不爱去做官，这个也可以。后摆老人年金，我们会把它分，由800块美金到1200块美金，这个数字是美国现主席政府的老人年金发的。你若受过初级班、高级班，啊，你无继续，
嘛无要紧，即后摆即前以后发老人年金，就发1200块给你。啊，若无经过咱的初级班、高级班呢，我们只花800块就好。啊，你表示讲你有读这个法律，所以咱台湾民众要感谢你，我们发给你。就是因为安尼的训练，但是你唔通袂记呢。咱这个台湾民众为以前到今日，咱所有的活动听清楚哦，咱所有的活动拢总公开，我们没有秘密。诶，这是这点是伫台湾内底所谓政党内底，咱属足特殊的。但是我爱坦白讲，这是美国甲咱教。伊讲你们越公开，中华民国越不敢找你的麻烦。果然无错，为2006年到今日，中华民国法院、中华民国警察从来没有找我们的麻烦，嘛唔敢找咱的麻烦。所以我要让咱各位知影，台湾民政府唔是一个秘密组织，虽然国民党派真济。讲啦，讲这个形容词，我无啥会晓讲。派足济台湾人叫爸啊，哦嘛，甲你参加，伊嘛开初级班、高级班啊，刷咧高级班参加了，学滴有一挂东西吗？出去外口家己组织，先啥物啊？做台湾政府去占中兴新村，迄嘛是本来是咱的组织，上到高级班出去，啊嘛是咱有咱的干部呢。迄就是学了无头啦，头壳有够戆呐！去占中兴新村，安尼就会当执政。迄笑的，我无咧骗。你若要占中兴新村，就要执政，你不如去占总统府。总统府较大嘛，对不对？你感觉总统府较大个下手？对啊，啊你占总统府才对啊。哦，占未来，所以占中兴新村对对。哦，你拢迄个柿子挑软的吃呢吼。对不对？拢吼，拢顶拢哦，恁拢伫拣麻糍食就对了。啊，顶个拢不爱食啦。迄些戆甲袂白酒，即马还140个，我即马听讲，迄一拢种老人较济啦，140个拢种接到传票。中华民国绝对判刑，我无甲你骗啦。咱现主席台湾民政府做个工课有几项？第一，咱训练。咱的这个职务点招啊，法律点招了，职务点招刷落去，咱做啥？咱就是做职前训练。职前训练的时阵，毕业的时阵，咱有一个职务的资格证明书给你。资格证明书给你，听清楚嘿，只有发一次。非常漂亮的一份资格证明书，都有钢印，而且有号码。丢掉不补发，哦，听清楚哈，丢掉不补发。但迄份你会当用一世人。当你有一天你想讲我要去做什么职务，你摕迄份，伫咱民政府，后摆民政府会变做台湾政府，哦，听清楚。但是我即马唔敢用台湾政府，就是吼。好冒充去，啊！这中华民国伊嘛是冒充讲，伊是叫做台湾政府。伊伫选举讲中华民国总统，啊，选调讲台湾总统。美国甲纠正过呢，美国讲那有啦，你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，你若台湾总统，啊，问题就是讲吼，伊都甲伊甲美国讲啊，戆台湾人邓好我啊，拢是台湾人邓好我，所以我当台湾总统啊。诶，人伊讲诶嘛有小可有理咧，有去当台湾总统诶，请你举手。诶，恁就足奇怪，但当时选台湾总统啦，你有去当台湾总统？中华民国总统啦，你怎么举手足奇怪呢？你有去选台湾总统？没有。再问一摆，你有去选台湾总统啦？请你举手。无嘛。对不对？啊，我一个问你拢举手，有啊，我有啊，自首。
你无啦，你敢那选中华民国总统啦？噶毋是？爱记哩，无采啦，你读高级班啦，噶即马读考阁无清楚啊，不好啦。安尼听有无？各位，上高级班上个重要诶，就你今日开始，你的智商、你的智慧要改变。中华民国无等于台湾。我相信恁的影片拢有看《一个中国政策》，迄个影片有看，举手。啊，对，真好。迄个影片一个出来，我跟你讲，台湾呐，讲要统派啦，要独派啊，拢死了了，我无跟你骗。迄个影片出来，我跟你讲一个秘密。迄个影片出来，所有的警政单位拢伫流行迄个影片《一个中国》，因家己去扩，啊扩扩了，因哪讲，啊台湾完了。我台湾没有完了，是中华民国完了啦。听有无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拍手拍得好，是中华民国完了啦。台湾不会完了啦，台湾因为台湾民主背起来了。虽然在座各位，你有幸看到一个国家灭亡，就是中华民国灭亡。当然啦，吼，美国有跟咱讨论，跟咱参详，希望我们能够和平稳定。无缝接轨，我们去努力朝这个方向。我相信咱在座各位，不一定大家拢适合做官。当然啦，你以为有资格啊？你要来做官，我无多甲你反对。四千四百名呢，本来是四千名，恁要加四百名。但听面讲吼，中华民国这单位吼，话拢真小屁眼。伊无多甲咱破坏啊！伊就安那呢？是咱咧上课，乌白甲你破坏啊！破坏啥？伊用几下摆啊？利用暗时啊，将咱的冷气甲咱关掉，把咱热甲要死。伊用几下摆啊呢？他咪讲我是还袂抓到，我即马已经决定啊，甲这个尤先生报告，四个拢装一个监视器，啊，监视器遐大粒，你看就知影对不对？但是还有方法，装什么物件？行车记录器。我坦白讲，我要做啥，我拢公开啊。我用行车记录器啊，将重要的部分统统控制掉。我真正跟恁讲，有几啊摆，咱的水源向，把你关掉呢。哇、哦，这几啊摆在遐去上课，无水好通洗身躯，你会暴动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无水啊，无饭好食呢，会暴动呢，敢毋是？就是可能有迄个共产党迄套秘密来滴制造纠纷制造，所以我甲咱各位讲吼，你受完咱的高级班，尤其是台湾民进会成员，真侪代志你都不要冲动，而且要怎么样？要冷静，要思考。因为即马开始这半年，我们台湾民进会进入。非常紧张，非常，那要讲，那种点点来讲刺激了，是安怎？因为政权要转变，啊，中华民国要离开，一定有真侪中华民国支持者唔甘愿呐，也许会制造暴动呐，但是不要紧，你免烦恼。我们本身有黑熊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预计要入来1800名，现主席已经入来4000-5000名。但是呢，你不一定会知影讲伊有入来4000-5000名，因为这4000-5000名入来的时阵，伊要全部布置好，布置好后，主要的军事要地拢布置。我相信恁即马回去找恁会当看到恁周围，本来有平安营的，迄、那个平安营恁知道军营啊，拢讲空的啊，即马。我相信恁大家足清楚，啊有真侪人去做兵，奇怪去做兵的时阵。三礼拜，部队就赶紧集合。我现在放你们回去，恁袂当讲免做兵。恁若伫外口乌白讲，要甲伊掠到，再来做两杯。即嘛无真侪部队，拢已经安尼啊。所以，这个免做兵，这是完全我甲你讲100%，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功劳。因为咱甲美国讲。
虽然日本台湾建书，你占领，你袂当，你嘛无资格叫我去做兵。我无义务替敌人、替敌国服兵役。啊，你一定感觉真郁卒，因为在在座看看拢捌做过兵，包括我。啊，以前做兵免啦，你也故意啊背啊，哎，安尼点点。哎、欸，很奇怪的吼，甲你讲人要背，啊你也无要紧，啊你拢卖，你拢卖背啦，我来背就好啦。爱背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佫无声音，爱背对不对？上爱背。中华民国要背你啥？阿爸伊那要背，伊讲我代替美国，甲你叫你来做兵啊，叫美国背啦，对不对？哦，恁拢观念拢足差呢，恁敢真正有考高级班？我看哦。这班拢停堂了，恁的头脑唔通干那江苏讲遐就遐，啊拢袂晓变巧，对唔对？我这班袂当讲故意啊，讲啦，好呆啦，所以哦，所以我要甲你，我咧讲的拢很实在的话啦。所以讲，咱大人，你受过初级班、高级班，你的思想爱比别人比较歪。啊，有的人哦，足戆的呢，去外口人咧跟你讲啊，不要应呢。读较高，当然你读较高级班吼，高级班吼，你不要应是应当的啦。你都爱找啥？那个滚秀。拜二今天礼拜嘛吼，拜二的暗时七点，我去台中，我即马暂时。这两个月要做台中州的州长的代理，所以两点我会去台中州开会。台中州的人举手，好，我希望礼拜二我都看到你们。你若参加高级班以后吼，会当开始去买西装啊。你若无高级班吼，你免买西装。但你若高级班毕业，你应该要有西装，要有整套的设备。因为你随时我们会集合，所以咱即摆开始，咱即个高级班，你就等于以后千门爱听我一句话，你一定要回去各州去找找州长，还是啊做这个做滚秀报道，列入里面。虽然你也被职权训练，但是你们每一位。都有机会当为我们的政府官员。这四天名没有退休年限，就是讲后摆咱执政以后，65岁是退休年限。但这4400名没有退休年限，做家你不爱做，危机安尼好唔好？啊，这是好听话啦，讲较歹听的就讲做家你死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那人你念的时候，你就讲吼，我是革命先行者，也要讲无？来讲两摆。我是革命先行者。啊，搁一摆。我是革命先行者。你讲这句话，无人我都甲你反驳，无人敢讲你的话，你会当听下臭屁。吼、哦，阮偌艰苦呢？有够热呢，规身躯汗，你上课呢？对不对？你那种臭屁啊，迄阵就在恁臭屁啊啦。三礼拜，哎，三天甲讲三礼拜。啊，我阁经过考试，你嘛之前训练有考试，我先甲你讲吼。之前训练爱考试，啊，惊考试会举手。你唔惊考试，你未老实了好吗？阁一摆，惊考试会举手。啊，唔对，绝对惊啦！惊考试变怎？哎，读册啊，无要紧，因为大家都惊考试，所以讲秘书长，我真正足认真啊，我想要读啊，考试要安怎？啊，所以呢，咱就想一个方法，上课做笔记加10分，安、啊、好冇？啊，好，赞成的举手。哦，啊，有做笔记，安有加10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三天训练的时候，面皮拢记甲真好诶，啊，佫加10分，安尼好冇？
啊，恁呐，我看到遐看恁这高级，恁这班迄、那个高级班这棉被吼、哦，是一塌糊涂啦。那恁来之前训练，恁若阁照常系棉被系安尼吼，我讲恁蒙无十分，我先来讲，拢考袂过的。啊，凊彩呢，起来就安尼棉被乌白蛋。啊，有啦，有的人是有啦，有的人有啦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有的人有啦。你卖咧，我咧讲别人，你就讲、哦、我有啦，有啦，有一部分会啊，有的足懒惰的，他们讲，啊，懒惰要做官吼，很危险呐、啊，对吧？你做官啊，你去啊，卡卡迄个办公室坐咧，啊懒惰，啊你是主管呢，啊大家看，你爱做主管那就管行，未看靠的。当时你若去上课，没有打瞌睡，又加十分，安尼尔三十分上济，啊来考试，啊若考无过，安尼阁未过吼，我看你爸爸等于吃家己啦。但是到今日为止，受训的人考试，哎、欸，敢那拢有过呢？当然啦吼，打拢过，所以呢，到今天为止，有接受职前训练的人。好像都通过，拢有领到迄个资格证书。啊，当然这是一种鼓励。啊嘛，跟大家对咱大家来讲，因为高级班，恁来伫遮伫上课，坦白讲，我内心非常感谢，因为事情也无简单呢。恁伫外口爱挡会掉别人甲你起跳，迄诈骗集团呢？哦，啊你讲呢吼？啊，基金我填，啊，你何里何？你偌济钱交咱台湾民政府？你把乐捐给台湾民政府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没有乐捐过给台湾民政府，请举手。啊，请放下。奇怪，啊，拢无交钱哦，台湾民政府啊，谁来讲咱基金？基什么金？你别敢问，基什么金？就是每次都要多少钱？对啊，什么金呢、啊？啊，缴钱是缴给台湾民政府吗？咱党的人吼、哦，有一点足歹的观念。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饭。你来你家你上课，我问你咧，你坐伫这位置，这椅啊多啊，什么人诶？你感觉多啊椅啊上诶？你家己搬来举手。啊，这水月园农庄诶呢？啊，你讲就椅啊多啊来坐，免交钱哦，敢免？啊，人伊这本来是拢房间拆掉，啊，这拢免钱呢，爱不？啊，困爱困爱钱无？民宿嘛，煞戆诶，真正足戆诶呢。人若安尼问你讲，民宿那免交钱，对不对？啊，讲以前他们讲哦，咱即马请三年啊啦。有啊，阮嘛是同款啊。阮前下委员长啦，阮遮拢同款啊。阮嘛是同款交六千，交一万啊。啊，本来是拢爱交一万啦，不管你啥物班啦。后尾那个拜托讲啊，初级班六千就好啦。啊，高级班才一万啊！啊，所以到今日为止，你唔通叫是讲你交一万，你交六千，头家叹死，无可能嘞！这个所在，你即马会目睭所看到，和三年前是完全不一样。三年前捌来交手，哦，你也捌来，啊，你家己问遐人看，讲是毋是三年前甲即马拢完全无同款？人拄啊开始，我讲没有冷气呢，寒天六度呢，我是第一期的啦。头一暗六度的时，用迄阵嘛无棉被，因为水源农场讲哦，我们不供应棉被，阿边啦，腿睡袋，啊，我蛮困过睡袋，啊去睡袋去甲迄百货公司讲哦，这个没有问题，那个睡袋可以抵挡零下十度。有赞，未来，夭寿哦，无影无一只，人都看到拢未困嘞，安尼病也未使，安尼病嘛未使，咱恁即摆拢有棉被，还佫有家己伫用的棉被，吼、哦，恁实在是足好诶，我无甲你骗。那要讲吼，受苦受难应该就是阮啦，阮即体啦，我来讲阮受苦受难啦。你到哪有冷气？没有冷气的。啊，恁即马是天堂一样，你好，你讲很有理的，你讲这天堂有影。但是哦，我无介意讲恁用我的情形，讲做恁的情形。哈、哦，即、這个天六度，所以我要予咱各位知影，
咱讲一句话，一句话要讲出来，爱凭良心。啊，有人甲你讲啊，啊，免去受训啦，家己读就好啦。家己读，那我都做官，我才随在你啦。咱在座会晓国家预算的，请你举手。你拢未晓，你通看啊？你未晓预算，无你是免怎啦？啊，未晓的举手。爱读啊，干毋是？参议院、众议院的组织，你都知道的，请举手。啊，不知道的，请举手。啊，这拢免读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是恁恁迄个黑熊去读迄个犯罪侦防学。啊，知影犯罪侦防学的举手。啊，唔知影举手。你大项都唔知了哈，戆啊你啊，安尼免读吗？安尼免吗？我阁甲你讲一摆，你唔通想讲你安尼就要做官啦。我有当听了这吼，我是足贫惰吼，甲遐动心讲遐话，啊，但有个人是足计较的，未属于大项拢捌。No， 不是这样一回事了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我要求。咱国去搬家的行完，你的耐心要沉淀下来。台湾68年、69年的苦难马上要过去，虽然有真侪代志你唔知影，有个人讲吼，啊日俗美战，啊什么台湾阁变做日本嘞？唔是安尼讲啦，日本就是加拿大、美苏、亲戚、澳洲、加拿大、纽西兰，因的宗主国什么人？英国的女王啦，啊，日本的天皇就跟英国女王同款的地位啦。欸，对咱来讲也不要紧啦，咱厝内底有拜拜的举手，啊，信基督教的举手，搞好。咱厝内底咧拜拜，迄个公妈，啊，基督教的耶稣，日本天皇跟伊地位同款，伊袂甲你管，袂甲你讲你暗时你困，甲你讲。你这张都唔对去卖晒哩，未跟你讲。我用这个形容不一定正确啦吼，但是我用这个形容就是讲，这个政治的内底，就是你讲日本天皇虽然是咱台湾唯一有主权，但伊战败啊，唔通袂记，已经放弃伊的权力的管辖权，所以日本政府袂当管台湾。啊，这个说明啊，台湾都爱自治。但是自治讲起足简单呢，英语字分作几啊字？自治有 self government， 啊有 autonomy。四五年前，咱台湾民众都向美国发出来，台湾要 autonomy， 爱自治。顶个月，国务院罗素，伊出来讲，美国强力支持台湾应该要自治 autonomy。可以说完完全全100%是照咱台湾民众的论述所说的。但是一个讲了，哇，台湾很多派别就开始出来，哦，我老早说台湾要自治，你看到鬼，啊，你也不发表过文章啊，那自治是分作几种啊，真真正正将台湾带一条正确的路去走的只有我们台湾民政府。所以我当个国语讲，咱在座真侪拢真少年，我希望恁好好的研究新台湾论。啊，你嘛莫甲我讲，我干那安尼上课，我就拢捌啦。我唔是咧卖册，但新台湾论确确实实内底对台湾所有的问题，拢说明伫内底。你要看，甚至爱给你的孙仔看。我会当在这个所在用我生命给你担保一件事情：台湾以后要行的路，就是新台湾论里底所讲的代志。美国国防部、日本，大家拢学了啊，所以我真有把握。但是我嘛爱他们讲，我写这物件。当然，我家己拍拼真努力，啊，看英文速度接近，迄嘛是事实。但是美国有提供很多的机密档案给我，所以有真侪人讲啊，你奇怪嘞，啊，你林某某，你哪有法度写？
除了我自己打拼以外，过美国了后，美国的国防部的智库，伊讲真无简单呢。恁台湾人啊，我都下去开始跟咱合作，常常会跟咱联络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写出这套的新台湾论，台湾的国际地位。所以我真真正正很诚意，你若无新台湾论呢，我希望你买。有真侪人哦，拢刚开始要考这俩做郡守的时阵才来买，所以我常常在笑。迄考郡守的时阵哦，来讲才去买新台湾论，我讲你哪会到即摆才来买？都考出啊，你才来买？也毋是啦，我一本先送人，我搁订买。我拿你拿安尼吼，给你一百分呐、啊。但是我那直接说爱讲，不是讲要卖车给你啦嘿。因为打对折嘛，你拢足清楚嘛，咱的成员嘛吼。我要甲咱各位讲，就是讲你伫外口，你拄到一些挑战者，你必须应付这些挑战者，而且这些挑战者有一些是很尖锐。你要给他回答，只有用新台湾论，你才能够回答所有的一切。我这节课要讲到这，因为咱的江苏已经来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。好，先下课休息10分钟，谢谢。